什么事了呀？你还说呢？都怪你那个表弟，他把我的卡弄丢了。什么？把你卡片弄丢了？没错，他今天要是给我找不回来呀，四张大头赛罗你就别想要了。那张卡比这四张大头赛罗还重要呀？那当然了。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表弟表弟表弟，你怎么存了这么多卡包呀？表哥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弄丢了奥姐什么卡？赶紧给人家还回去啊！哎呀，我找到了这么多黄眼睛的奥特曼，肯定在里面。哇，原来他要找的就是黄眼睛的奥特曼。好，哎，没错，快点把我们的大头赛罗赎回来。好好好，哎，等一下，表弟，你说什么？我们的大头赛罗？难道？哎呀，没错，表哥，那个009的大头赛罗也被二姐没收了。可恶啊，表弟，难怪看卡那么熟悉啦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你快点把卡片赎回来吧。你给我等着，回来我再收拾你。二姐，二姐。哎呀，你要的那个卡片我给你找过来，应该就在这里面的。赛罗、泰罗、泰迦，这些都不是啊。啊，都不是。哎，二姐怎么少了一张大头赛罗呀？我已经撕掉一张了。哎呀，别这样呀，那你那个卡片还有什么特征没有啊？它除了有黄眼睛，头上还有红的。头上还有红的，我知道是哪张卡片了。你别撕大头赛罗了啊。完了完了，我的大头赛罗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大姐，让你二姐指着你的鼻子骂。哎呀，快别提了，我那小表弟弄丢了二姐的卡，把我的大头赛罗都压那里了呢。啊，那是哪张卡呀？二姐她说是有黄眼睛大红脸的奥特曼。大红脸？对啊，大姐你知道是谁吗？那我哪知道啊，这么奇葩的奥特曼。那完了呀，连你都不知道，我就更没戏了。我没有卡片，但是我有卡痕呀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？把这里拿起来，找去。啊，行行行，那我拿一盒这个荣耀板，我去找一下啊。黄眼睛大红脸的奥特曼，你们又知道是谁吗？咱们先拆开这个荣耀板看一看吧。先拆开这一包看一下，会是谁呢？库卡拉奇星人加高尔贡，幼儿卡的塔尔塔洛斯，这个是3D 卡的戴拿奥特曼。哎呀，这后面也没有啊，都没看到大红脸的奥特曼呢。第二包，乌英达姆、机械哥莫拉、LGR 卡破灭大蛇。3D 卡的葛雷特奥特曼，这也没有啊，不会猜不到吧？三包，维克特利杀手、吉里巴尼斯、幼儿白金卡泽塔，这个是3D 卡的赖奥达兰比尔这个怪兽，哎呀，这也没有。幼儿卡的泽塔奥特曼贝塔冲击，这个不就是个大红脸吗？小伙伴们，这个有点像呀，咱们的大头赛罗终于可以拉。哎呀，这二姐，二姐，干什么？哎，我找到你要的那张卡片了。找到了，看看，泽塔奥特曼贝塔冲击。看到没有，脸是红色的呀。这脸是红的了，这眼睛哪里是黄的？不对哦，眼睛没黄呀。怎么只有两张大头赛罗啦？你要再给我找到，下一张就轮到这个009的大头了。哎，别别别，我马上就找，马上就找。这可恶的表弟，害得我的大头赛罗都快没了。意思说大头赛罗都快要被撕光了。什么？我的大头赛罗呀！你要哭什么了？还不赶紧找黄眼睛大红脸的奥特曼呀！真是气死我了。小伙伴们，下一个被撕了就是我的009大头赛罗了，我可一定要找到呀。不行，我也来一起找吧。看看这里面有没有黄眼睛大红脸，到底是哪个奥特曼呀？我的009呀。3D 卡的杰德奥特曼，六加尔卡的梅加洛杰厄，这里有没有啊？完了呀，这也没有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的大头赛罗呀！3D 卡的罗布，这个是幽王金沙卡的达奥，这也不是呀，完了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再猜一包，这是张什么卡呀 ？SHR 卡雷奥特曼，眼睛是黄的。但是他的头是白色的呀！哎呀，不是这张能版剧情卡，欧布奥特曼、厄里加奥特曼、大怪兽、大怪兽，又是大怪兽，完了！六加尔卡扎亚斯，他的眼睛是黄的，也是红的呀！该不会就是这张卡吧，表弟？啊，怎么了？我找到这张卡啦！那快去把大头赛罗赎回来！我马上去，马上去！二姐，二姐，我终于找到你要的卡片啦！就是我要的那张卡片。哎，怎么我只有一张大头赛罗啦？你找了这么慢，其他的我都撕掉了。可恶呀，二姐，
你为了这一张摘阿斯撕掉我三张大头赛罗、你知道我这卡有多稀有吗？稀有个屁呀、我的阿斯还稀有吗？我的大头赛罗才稀有，大头赛罗，大头赛罗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是摘阿斯更稀有还是我的大头赛罗更稀有呀？